近，全国人民激情澎湃。为表达自己对我国喜迎奥运的激动心情，好村镇中好村的李松林历时11个月绘就了巨幅写意山水画《华夏雄浑传天下》，现已2008年北京奥运会。我是为了表达咱自己的心情，因为全国上下都在盼着奥运会的这个召开到来。记者在李松林的画室内看到，这幅巨幅国画长7.3米，宽1米，画面以蓝紫色调为主，庄重大方。远景和中景是一座座跌宕起伏的雄伟山峦，蜿蜒于山巅的长城如巨龙穿梭于云雾间，若隐若现。突兀的山岩上绵延不断的青松傲然挺立，近景是一棵棵遒劲壮美的青松，形态各异，相互交融，苍劲挺拔。这幅画一共画的大小松树是2008棵，其中比较大的是56棵，象征了咱们中华民族56个民族。在当中呢，这个一共画了220多只飞鸟，象征着咱们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来北京参与这次奥运会。与众不同的是，李松林还把松树的形态进行了人性化塑造，变成了奥运比赛项目中跳高、篮球、跳水等运动员的动作姿态。下面看一组图片新闻。关注十七大，隶属党章新变化。刚刚闭幕的中国共